干嘛呢？老板，这个好好喝呀！好喝啊，这就买去。我刚开眼，小姐，全都被你喝了。是心动啊，糟糕，眼神躲不掉，对你莫名的心跳，竟然停不了，对你的迷恋感觉。我想要住进你心里，你有着比地球大。健身游泳了解一下，啊，最近的课程很大优惠啊，真的不考虑一下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先去工作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今天七夕节没和女朋友出去玩啊？哎，女朋友都没有，一个人有什么好玩的？现在找女朋友有那么难吗？你父母喜欢什么样的？我想想，他们喜欢黑长直、穿小裙子的。这样子的吗？